节目录影前，在休息室内，和艺人杨秀慧开启话匣子，小甜甜穿着黑色连身裙，配上宽松的西装外套，飘出韵味。我有要求啊，那幸福肥，幸福肥啊！杨秀慧直亏小甜甜是幸福肥，而有趣的是，小甜甜自从怀孕后，宝宝似乎也为她带来好运，因为工作有增无减，一个接着一个来。不计形象搞笑演出，在镜头前毫不害羞。小甜甜目前手上的主持节目一集酬劳大约8万，一个月4集就能进账32万，就连节目厂商的业配文还能抽成，加上另一个外景节目原本的主持人请假改找小甜甜代班，等于两个节目让她多赚近快80万元。还是你已经有另外一个人陪了呢？但那都不是重点，因为人终究是单独个体，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宠爱保养你自己。怀孕仪式让小甜甜曝光率大增，不过尽管如此，小甜甜还是很遵守怀孕3个月不能公开的习俗，没有让工作人员知道。如今有喜后，工作运也越来越旺。三立新闻黄星辰、蔡俊奇台北采访到。